The Style 设计师李淑珍根本是狐狸精，为什么又是我啊？为什么这么倒霉了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都是相信你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你私生活不检点，已经影响到公司的形象了，请你收拾东西离开公司吧。李淑珍，可能吗？必胜练习生，台式东升联合现役。